大家好，我是小胖啊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207连武神坛选拔赛啊，10月4号打的。那关照方就是雪山副战队啊，那对面就是平头哥啊。雪山这个选拔赛也打了3个月了吧啊，前两个月平头哥那边也是都输掉了啊。那咱们看一下这个月有没有机会啊，那对面也是在阵容方面做出了一定的改变。关照方还是啊，万变不离其宗，一手大唐神灵女儿国标龙阵开起来。那对战方选择上的是一个大唐加注式的武装国标，那这套国标的话咱们在平时的正规赛见的也是比较的多的啊，你剑会肯定没人用这个咒师国标嘛，但是打到一些群雄啦、武神坛之类的啊，这套国标还挺好用的。我记得没错的话，钓鱼岛64进32强输给大同关，就输给这么一套阵容。就在他们看来啊，就这套武装国标打常规国标还是比较稳的啊，虽然武装抢不到一速啊，但是武装怪有保出手的能力啊，清风望月，然后天地同手还能防小死亡，开一把蛇阵再加上颠倒五行以及鬼眼，就是抗风的抗风的抗风，颠倒五行、鬼眼、蛇阵啊，蛇阵这边给大家看一下，有20%的一个三个抗风位啊，所以说你在不管是女儿村的封印啊，还是挂小锁，都是有一定概率封不中的，而且这个概率还不低。就想通过这种方式啊来跟观众朋友一较高下啊，宙斯普陀的防守能力大家也都清楚啊，这现在是真的强啊，技能消耗有一定的输出，还能做防守啊，可以说现在宙斯确实是一个万金油的门派啊，比较万金油。就看一下这一次平头那边啊会不会有什么收获。现在雪山也比较的明确了啊，我也懒得搞那些花里胡哨，反正就是一把国标啊，也不跟你斗心眼啊，就是一把国标，你随意。好几次了啊，不管是选拔赛还是我记得双方是在刚刚结束的啊，也就前几天嘛啊，刚刚结束前三天吧，刚刚结束的群雄逐鹿16进8的淘汰赛，哎，8进4的淘汰赛啊，也是这两个团队打的啊，当时也是一把国标切进去啊，对，八进四没毛病。那场比赛好像20多回合就结束了，还是雪山副战队赢了。这算是自打双方开始打选拔第四次正式对战啊，剑会不算啊，就是正规比赛里边群雄逐鹿碰了一次，选拔赛碰了三次啊。哎，对面这一手反杀怪难狂神木林，宙斯普陀跟一跟，看看怎么说。好像壁垒差点意思呀，毒的话好像毒不死啊，还有点血线，一丢丢血线，毒不死。211人卡大金，女儿有一锁啊，对战方确实是前排宝宝站不稳，再加上壁垒伤害低啊，点杀的时候成功率不是太高，佛法无边给宙斯普陀打伤，想点杀佛法无边还是得有的。地府这边有青石，小扫没挂中，地府人家天生抗风啊，所以说对面并没有给地府占一个。哎，诸法连了163，对面地府倒地，但小扫没挂中啊，地府它是有30%的一个抗风嘛，抗风位置就没有地府的位置了。大唐呢肯定是要输出的啊，所以给大唐也是占了一个输出位。女儿触发青石，哎，
这回是堵死了，但是触发163还活着。有没有人给活口血啊？还是活上了，管了一下啊，因为他是可以堵死的啊。我还说关长万一不活血怎么办啊。宙斯普陀这套阵容它最大的问题可能就是在轻宝宝方面吧，那跟神灵肯定不在一个层次上啊，就论爆发力肯定也跟神灵没法比啊，就爆发轻宝宝这两个点上不如神木啊，但是在防守性消耗能力方面会比神灵强。各取所需吧啊，渡劫金身保一下大唐，关长魂小唐挂中大唐这个血线，哎刚好够啊，刚好够，伤害有点太高了，直接打破渡劫金身，直接把对面大唐送走了。看一下关长风地府手里是有2.0元，对面没有女儿村啊，所以说关长风小延长比较的随意了。打天地同兽的话，兄弟们，这个大唐这个点吧，这打天地它不好用啊，这咋说呢，你类似于狮驼呀法系之类的啊，这些无所谓啊，就打天地比如说防小死啊，就狮驼呀法系拉起来我就能直接飞的啊，狮驼拉起来我起飞啊，法系我拉起来就能秒。大唐这个玩意儿它不一样，你如果打天地啊，那很容易倒地的，因为没防御了嘛，拉起来还有一个恢复的过程，它还要恢复一定的血线才能发挥出作用。所以说大唐你想防点杀靠天地同兽的话，确实这个程序啊会比较的复杂啊，会比其他输出复杂很多的。那对面这个地听也没有发挥出作用啊，被关长风一把封中随后劈死。主要是有一个恢复血线的问题。而且啊，对面大唐没有任何的抗风，这么个位置也没有站啊，打了个颠倒五行，感觉还是应该再把鬼眼打上，颠倒五行加鬼眼可能效果会更好啊，因为大唐是对面五个人最容易被点杀的啊，因为抗性最低嘛，最容易被点杀，然后又没有站到这么一个抗风位，对面就得更多的精力啊放在这个大唐的身上。他出的问题，对面就没有任何的击杀关长风的能力了。就像我刚才说的，他跟神木林不一样，神木林出个青石呀，或者是风铃比较高的时候，他是有单杀人的能力啊。兄弟们见过那种荆棘舞一下抽10000多的画面吗？啊，那个是有的呀。神木林是可以单杀人的啊，但咒师不多不行啊。你啥时候见过五行法术砸10000多的？那不可能啊，这不现实。所以说大唐一倒地对面没法点啊，保护大唐呢又是个难题，换个地听，把地听对面这么多的颠倒五行，哎你还不一定好用。现在不是说这了那了的问题啊，这现在有一个大问题，就对面的宝宝是完全站不住啊，完全站不住，刚出来的就得飞，刚出来就得飞，关照万象又要来了，工地厅加了魔镜激发了，法力厅知道也没啥用啊，但是工地厅速度有点慢啊，这样的话也没能出手。不过呢，你看这宝宝又飞一个呀，宝宝站不住，那你人啥也不干就搁那出宝宝吧，你这操作是严重受的影响了。你现在又缺三个宝宝，武装罐这宝宝还被封了啊，这还补不出来，这费劲儿啊，这孩子也是一丝血啊，看看能不能神几个吧啊，神几个宝宝，对战方可以把这个节奏追回来，再活一下，地听再换。
管教皇太狂了啊！这你想想，这无间地狱啊，哎呦，一开起来，这不拿对面当人看了啊！20回合直接开无间了。封天气紧箍咒可以箍到一个1900血，封一下地府的特技，这是要点地府了吗？大唐被控。小爽，哎，还真的是要点地府啊，但是大唐被控了啊，那这把点杀也就啊，化生死没保出手走的金刚，那这把点杀也就不了了之了。哎，高连高速高攻，清帝厅没清掉，单抽6500，关照万象，这地府应该没事儿吧？哎，法方在了啊，法方在了。地府身上可没有电脑武器啊！如果地府再倒了地，那就没得玩了。倒是关照皇女儿村有一宿，人家还有一次补刀的机会啊！啊，有补刀的机会，练习生还在，没有用。哎，砍了个小四海，这个血量还不少。看一下关照皇换了，昆虫出场，屏幕一黑，能咬多少？贴一下保护，贴。贴保护呢，点防御了，他点防御得用宝宝贴啊。那这样对面地府也没了，没了地府你这国标它就不成立了呀。下个回合有1.0元，笑到了宝宝身上。大哥你笑的谁啊？你我我看一下是化生死啊，笑的谁啊？笑的谁啊？啊，笑的是地府。可能料到地府不倒地的情况啊，但你不封了特技了吗？啊，但也得料到封不中的情况，还得想好下个回合怎么办啊！啊，还是笑了一下地府的，一把双青石，控制武装，起个混元伞。破甲术要杀化生丝了，很自信，直接要砍化生丝。有青石，看看能躲掉几次啊？颠倒五行，哎，把小爽解掉。颠倒五行是可以躲掉他的法术的，这个血量应该是问题不大啊、嗯。来，单抽3900，尘土刃2下。有没有还有第三下？这问题还是有点大的啊！看一下大死亡，5个回合啊，刚吸收了一个，5个回合大死亡，那出一个阳户就够了啊，出一个阳户就够了，还是直接给搞死了化生死呀、啊？那好歹把小爽给解掉。换阳护，拉化身，神木林秒，差点守住实体，但是宝宝又飞了一个，163，扛得住，啊，赶紧推拿，地府暂时管不了了，第一时间就推拿了，关长风再换地厅。化生死倒地了以后，对面的愤怒可能是比较多的啊！关正方笑一笑，再飞宝宝，哎，这宝宝真的是站不住。地府也可以站起来，神木这边再出青石，关南皇有一对地听在场上。这个时候，关南皇这目标又选到谁脑袋上了呀？关照万象再清，但是击杀宝宝，四息的啊，有一个四息地，有一个。
真的是对战方啥也不用干，就搁那出宝宝吧啊！每一回合结束啊，兄弟们，你们会发现他永远缺宝宝，永远缺个两三个，两三个，一直都缺。成了个恶性循环了，你看又补了个孩子出来，现在还差俩，这波点杀宙斯，关照万象，工地厅，还是法的，这孩子是刚出来的啊，孩子可是刚出来的，神一个吧，再不神对面要麻烦了，刚出来，哎，一次一下都没有动，当前回合刚出的孩子，当前回合被清掉。周师傅多还倒地，对面还是缺三个。这神木林这青蛇还指不定打谁脑袋上了。躲掉，又飞一个，缺四个。啊，缺四个宝宝，你说就小红哥他说的，对面啥也不用干啊，就搁那你就出宝宝就得了啊，出完了被清，清完了被再出，出完了再清，清完了再出啊，真的是啥都干不了。关照方再换地厅，哎，对面又把宝宝补出来了，哎，然后又被清掉了一个，哎呦喂，哎呦，这还是缺三个宝啊！这每一回合刚才说每一回合结束就缺两三个。再把孩子换出来，卡了个提气，小死亡再点地府，地府不太好挂啊，但是感觉对面地府还得死啊，对面再补一个孩子，终于是四个宝宝了，够数了，扯着防一下，破血狂攻的一个点杀，再把地府带走。大狂这还没打着，这孩子也是刚出的啊，幸亏对面地府倒地了以后啊，这地厅打得比较乱，不然的话集中一个又得清掉啊，风卷残云，可以啊，地府倒地没有宙斯，对面也没法，哎呀，宙斯可以拉起来，对战方感觉这回合可以尝试的点一点了啊，再这么被动你就没得玩了呀，就反正有机会你就点一个呗，哎，先砍药没拉人，哎，先砍药了，小死亡再点后边的大唐，这是要空切，哎呦喂，还真给空切，再飞一个宝宝，再跑一个宝宝，又再下俩残血孩子了，哎呦喂，这对面人数都不够了呀，这出宝宝都凑不出人了，就是现在目前而言的话，就装备上这个问题比较好追啊，装备上这个问题比较好追，但是这个宝宝方面就太难追了，这宝宝的差距真不好追，这玩意儿不光是说你有钱得打造宝宝啊，关键是还得养啊，就是还得把宝宝养起来，你就吃元宵啊，吃真金啊，乱七八糟的，还有一个养的过程啊，你说他们现在这种多技能啊，就天生下来就是资质成长特别爆炸的其实特别少啊，你就比如说合出一个十三四技能呢，十三技能十四技能的那种童子吧啊，你又要进台对吧，完了资质还得高的基本没有啊，资质能有个一千三一千四啊，就是工资一千三房子一千四啊，你这都算属于好的比较爆炸的了啊，工资一千三一千四，成长有个一点二五以上的就已经很不错了，剩下的就需要十年了，不是钱能搞定的啊，就得慢慢去
咬了啊！你就是再有钱，你一年就能吃十五个元宵啊！你多了你也吃不了啊！啊，这个东西它需要时间的一个积累，你缺了这个东西做铺垫，这个宝宝很难养起来。孩子也飞，一万九再带走一个，再又孩子又飞一个。对面化生死现在只有两层的人心，他压根就没有时间去叠。关照方时不时控制一下他啊，对面时不时还得出宝宝。你看这又缺四个哈、啊，又缺四个宝宝，这一直是这种恶性循环。这没宝宝，这就只能人卡腰了啊！人给化生死卡个腰，他没宝宝嘛。不竭尽生自己保自己啊！这已经，哎呦喂！一把巨剑，不竭尽生再站起来，自己保自己。对于雪山来说啊，能点死你就点死，点不死你我下个回合再点你呗啊，无所谓的。因为你现在没有任何的还手能力啊，你还不了手。A 拉 B，B 拉 C，C 拉 D， 出个宝宝，一把青石啊！对面这五个人都是岌岌可危，脊背发凉。魔镜加上一个无魂给化生死，一把金青，倒是也无所谓，他这暂时救不了自己的队友，哪怕是他舍身了自己啊，就以化生死现在这么一个上限，关照方大团有青石照样可以把这化生死切掉，因为队友没法贴保护，除了武装怪稍微有点血，其他人都没血了，保护都贴不了的啊，所以杀化生死也是简简单单，没什么太大的负担，三千四就满血也能给他切掉。无间地狱还有多承担伤害，阳护换一个，下个月还来啊，这个月就这样了啊，这种情况对面想翻盘那是不可能的，就咋翻根本就不可能，不现实，下个月只能再接再厉再来了。天降神剑，但是被关照方打针了啊，天降神剑也没有降出来啊，完全拿捏。这是几点零元的针我看一下啊，就一点零，因为关照方这边给很多都是给地厅加战敌了，小床再把大床点死，给个平 A 就行啊，给个破血给个平 A 就够了啊，再多了就不行了啊，就给个平 A 就够基本的尊敬是有的了。哎呦，我直接上巨剑了，那这一手青石打到隐身宝宝身上了，对面换了一堆隐身宝宝，让自己宝宝能多扛那么几个回合，那关照方地府这边可以打鬼眼嘛，接着出地厅然后打鬼眼啊，当然很多这种隐身宝宝都是有四息的啊，你如果出反地厅也没什么用，现在四息基本可以做到一个100%吸收了啊，有那个新的高级内丹冷光镜，一把双眼再还地听，
再换。毁天灭地了，比赛结束了，下个月再接再厉，接着来吧。可能再打得多了，兄弟们看着也就没意思了啊。哪怕有朝一日啊，就是皮诺哥能赢一次啊，这个东西很正常，因为首先皮诺他们的硬件也不差啊，肯定跟雪山不战队还是有点差距啊，但是人家本身硬件是不差的，你单独拎出来皮诺哥他们团队硬件不差，就是肯定跟雪山福战队有一些差距，所以说输了也正常，有朝一日福战队偶尔会输那么一次也正常啊，但是整体上大家也都心里明白他根本就打不过，可能会出现一些失误啥的，对面也会有一定的机会吧。